威风只因某某凌空，怎算英雄？世上谁亦能情威风半秒钟，不必举世轰动，不必战野疾风，不要喝彩起哄，付出一切将目标准确命中，更伟大成功靠你真正力量，在你心中你是你偶像，靠你心里力量，没有敢将佢为你颁奖，仍然值得敬仰，亦无需改变立场。威风只因某某力捧，怎算英雄？世上谁亦能情威风半秒钟，不必举世轰动，不必